近期韩国整形趋势女爱豆 TOP3 出炉，分别是 Red Velvet 艾琳、少女时代的林允儿以及 BLACKPINK 的珍妮。这三位排名前三的女爱豆最符合韩国人的审美，粉丝听到自己的爱豆榜上有名，纷纷留言打 call， 艾琳小姐姐的颜太能打了，允儿这么多年一直都美得很自然，看着舒服，这颜值太扛打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